四出求助，越帮越忙，老夫错揭怪仔劣行，应该送到长安区酒精送，你们然后送到这来，还耽误这长时间，我觉得我真有疑惑。镜头前呢位被访者，佢个仔喺陕西一间高中做老师，日前钓钓下鱼，突然被人打到变猪头，佢于是就揾嚟记者帮手查被打嘅原因啦。点知一查之下，真相令人无言以对啊！九月二十一号晚上十一点左右，咱接到咱辖区一个高校保卫处的电话，电话里头给咱报警说，抓到一个人，然后在学校里边，偷拍女生洗澡。原来被打的赵老师当时根本就不是去钓鱼，而是去装啲女学生冲凉，仲要无良到偷拍埋添。喺东窗事发之后，正谂住踩电单车极速逃去，但行唔够两步就自炒咗，之后就被随后追上嚟嘅学生殴打啦，打到讲唔到嘢。于是不知就女嘅屋企人就揾嚟记者，为惨被毒打嘅乖仔申冤，点知反而间接踢爆咗呢单丑事啊！